我觉得是银河最没有品味的那一群人。老师，你可以说我唱的不好，但是绝对不能说我没品味。哎呦你妈！因为我喜欢你，你说我没品味，那岂不是在骂你日？不要这样。那你想怎么样啊？那我用四种唱法来表演一首《一剪梅》怎么样？好，你听一下。真情像草原广阔，层层风雨不能阻隔，总有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。真情像梅花开遍，冷冷冰雪不能淹没，就在醉的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。风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，一剪寒梅傲立雪中，只为一人飘香。毫无疑问，我期待着下一次在半决赛的时候看到你更上一层楼、更炫的表演，所以我给你出彩。